这个you know, 我在国外洗碗是苦啊是惨啊，但是毕竟是在美国洗，对吧？这个李老师也在洗，却是在中国洗，你知道吗？结果我洗着洗着心里想，我洗的是美国碗耶，结果每一碗背后都是写着 Made in China， 这个中华崛起的曙光，在那个时候这个也展现了我的天。我曾经把这些歌曲，就是把美国生活的经历、喜怒哀乐，是吧，写成了很多歌曲。93年我回国，我87年出国，93年回国以后出过一盒音乐磁带，你知道吧？封面那个歌星就是我啊！如果大家没有见过，也不要猜，因为他从来没有卖过，你知道吧？这个不仅没有盗版，也没有正版，但是我依然勇敢地把这些歌唱到了今天啊！这个在新东方那年谋到了第二职业，就是卖唱。现在我决定把这个歌曲里面的主打歌献给大家。我讲一下三段，这是留学生涯80、90年代留学生啊，那种辛酸苦辣，也有欢乐，也有光明面。第一段是这个偏僻地，这种出国的目的。然后呢，第二那个 Chinatown 是我打工的地方，这个就是中国城。然后这个 Playboy 是我课外读物。Happy Hunger， 留学生最大的痛苦是 emotional hunger， 精神的孤独，那个心灵的孤独。这个 visa 就签证也是，留学生签证非常难拿那个时候。那么夫妻分居，我住过的时候已经结婚了，所以说在国外又这个分居2、3年，那不是人过的日子，你知道？这个还有一个词叫 Toyota， 我这出国第一辆车就 Toyota， 丰田，你知道？就是现在丰田推的那个 Corolla， 但是我那个 Corolla 已经旧得不得了了，700美元买的，修掉我1500美元。后来报废以后送到垃圾场去，花了我500美元。这是一辆铭刻着我的贫穷和心酸的汽车。现在演唱，大家不要害怕，这个愿我的歌声穿过黑夜，这个潜入你的噩梦，伴随大家度过考研的岁月。好，这个大家不等。新房月亮升起来，和家乡的一样远。多了一天偏居地，却要去抢人的糖。洗碗、打黑工、不浪漫，没有钱更困难。留学出国，前途渺茫，后路一段。我好像是阳关，两只皮箱一个梦，雄心壮志离家园，谁知留学的辛酸。越穷越爱做预算，怎么做也不周转，要付房租，要付学费，要买本 Playboy 温暖。我在国外买过很多 Playboy， 但是我从来没看过，都寄给于老师吧。孤单，中国这才把护照谈清，外国全部给你杀入境，再苦再累不要紧，夫妻分居怎么行？说是国内不 happy， 出国却更 hungry， 没有选择的生存。卖掉一辆旧汽车，找张相机回家，告诉朋友，告诉爹妈，这是辆丰田 Toyota， 尼桑宏达，日本车遍天下，中华民族，难道你就不如人家？家园，老夫老母天天
天华，心中姑娘夜夜盼，故乡水最美最甜。在国外的谋生的第一职业是第二职业才是洗碗。那个我是不会弹钢管舞的，不好意思。那个下面我把这个新东方的礼物送给张康明老师。唱一首，唱一首。那我给大家唱一个那个韩红的《天路》吧。变调。清晨我站在青青的牧场，看那声音披着那霞光，像一朵祥云飞过蓝天，回到家送来吉祥，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，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，从此山不再高，路不再漫长，歌着儿女欢聚。这是我代表新东方给你送来的爱的礼物，一盒牛奶巧克力夹心太妃糖。还没讲完，这个尽管是送给你的，但是下课以后你就分给同学们吧。这个做男人要大方，这个尽管我知道这是你一贯的弱点啊。好，谢谢张老师。那个咱们再一次掌声感谢刘老师，感谢徐老师，感谢。要赶快是强烈的给大家吧。